卖火熬粥是他，他就刚开始的粥往汤，就是那个烧焦啊。那不，那我先拉还要多吗？拉的太好了。其实这那个走过来要拉，你看，如果拉的话，那都是慢，你会。正常辣的概念，还有什么原因？就根本不敢太靠近，就怕被打。嗯，那这个汤可以跟我讲，他贴身贴得到，怎么贴身？他会找到，好贵，很贴身。真威身威不凡，哦，太贵。所以我说他变成他是一个教汤，这个教这个不是这聪明学一个汤。就是一定要尝试，然后还是告诉别人外招的。那他们打没有从那种，不是，那他有个理念，跟师傅的时候，没有过去的，就是刚好打到他，没有打到他们打受伤。哦，这慢，磨了十年八年。师傅就是欣赏你，就不带过去，真实对吧？我看到是要不就不带过去，对，要不补那种全局的舞台上。哦，全局那个，对，那其实我也很佩服，就做不到，不知道，因为那个到手上。一般练习全局他没有带啊，因为那个他带还是会受伤。对啊，因为如果没有扎实的力量的话，不想练。他们不是为了是与比赛压倒了有目标。但我不是各种的哎师兄你好师兄刚刚另外师兄刚走先选刚走对刚刚走